第十二题乘第十一题，当时湖面水波的波长等于多少？那我们刚从第十一题的叙述当中，我们可以了解，它在湖面上连续每秒制造两个完整的水波，这个就是告诉我频率，频率就是一秒钟有几个波，所以它每秒钟制造两个完整的水波，就表示它的频率呢是二。那我们了解了频率之后，我们也知道我们背过的公式，波速呢就等于波长除以周期，就等于频率乘以波长。现在呢，我们前一小题算出我们的波速是10，那么我们看到它的频率是2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算出来的波长呢就应该是5公尺。所以呢，我们第十二题的答案呢就应该选择是 A， 每秒它的波长是5公尺，这就是我们第十二题的答案。